王老猫画千千简笔画。鸟类世界的奔跑冠军，鸵鸟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。我们画出鸵鸟的头，鸵鸟的脖子，它长着又细又长的脖子，脖子下面有一圈绒毛，一个高高鼓起的背，它的翅膀也不算小，可是它只善于奔跑，根本就飞不起来。它有长长的双腿，它的腿非常的有力量。鸵鸟是地球上唯一的两趾鸟类，就是它每只脚上只有两个脚趾哦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我们再画一棵鸭脚木，是非洲很常见的植物。小朋友，你们家里有发财树吗？那就是鸭脚木。我给鸵鸟的脖子和腿涂上肉色。鸵鸟非常的高，最高的鸵鸟轻轻一跳就能啄到你家客厅的吊灯。鸵鸟的蛋也是所有鸟蛋中最大的。它的身体涂上深褐色，给翅膀边缘留出白色，还可以给鸵鸟涂上你喜欢的颜色，你可以涂成五彩斑斓的鸵鸟，大胆的尝试吧。嘴巴涂上鲜艳的橘红色。我给鸭脚木叶片涂上深绿色，树干涂上浅绿色，区别一下，别着急，慢慢的涂。再选一个漂亮的颜色涂出地面。鸵鸟呀，可是非洲大陆上鸟类的奔跑冠军哦。这一只运动健将小鸵鸟就画好了，你喜欢吗？千千简笔画，用简单的画感受美好的世界，快快加入我们吧。